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64面，倒数第二行。威德者，可敬畏曰威，可尊爱名德。这一小段是解释威德广大，法华加强素月，威则为威，爱则为德，又折福为威，摄受为德，这是威德了两个字的意思，不难懂。对于有道德有学问这些人，大众见到他又非常爱他，也很怕他，这个威德就是这个意思啊。像孔夫子，学生对他老人家的赞叹，他老人家具足了五德：温良恭俭让。学生对老师没有不敬爱的，也没有不敬畏，敬畏尊爱都去说。这些事情我们在这个童年的时代，少年的时代，对大人特别是乡里的长者，跟经上讲的一样，年岁大了，在那个时候五六十岁就是老人了，就是长者了，一生做过事业，或者是做过大官，具有财富，一般称为豪门贵族，在这个地方上，地方人没有不敬畏的，有形无形，感化一方，具有德行，一定是以仁义道德。伦常教化了一方众生，一方众生都得他的利益了。弥陀的威德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十方诸佛如来都尊重他，都称赞他，像世尊所说的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释迦牟尼佛的赞叹代表一切诸佛共同的赞叹。那么十方菩萨、十方声闻、十方天人大众，哪有不敬畏的呢？哪有不敬爱的呢？啊，肯定的。广大探寻机缘，大以包容为宜，广则体积用众。啊，广大两个字的含义。啊，广体积本体极远啊，或者是原籍都可以啊，它起作用，妙用周边，周边法界一切处一切时，它永恒存在。永恒在其用，它用在哪里呢？我们具备六根是它其用，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也是它其用，就妙用周边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他的妙用啊，真正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善心现善境界，恶心现三恶道啊，清净心现清净土，染污的心就现秽土。这是本体的妙用啊，本体就是自信。它能现一切法，能生万法。这个万不是数字，是比喻，无量无边无数无尽，这是它的妙用。从妙用里面体会到圆寂圆满到基础啊，啊，一念不生的时候，啊，这是讲不起心不动念，连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没有。这个时候是常寂光啊，就是本体寂灭的常寂光。常寂光是活的，现在人的术语叫有机体，它不是死的，死的就不起作用了，它是活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现，就是妙用周边。现的时候没有起心动念，连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没有，真叫妙绝了。
啊，佛教导我们随缘妙用，妙用是自性起用。啊，十法界里面的众生，上从诸佛，下到无间地狱。啊，这些众生通通在这随缘呢，可是它起的作用啊，与性德不相应，与阿赖耶里面的烦恼相应了。啊，烦恼是情，是欲。情是讲七情，欲是讲五欲。啊，它跟七情五欲相应。于是，本来没有染的，就变成有染尽；本来没有善恶，就变成善恶；本来没有苦乐，就变成了有苦乐。啊，随顺阿赖耶就有这些东西，随顺自性没有啊。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十法界，随缘妙用啊。啊，恒顺众生一尘不染呐，这叫妙用。佛教我们学习，啊，《还原观》上讲的四德，那就是教我们了。这第一句是总原则。下面三句是纲领啊，给我们具体说出三桩事情。第一桩事情，威仪有则，无论在什么境界，随缘的时候，要现，要做好样子，不能做坏榜样啊，要做好样子。啊，威仪有则。接触一切众生的态度要柔和制止。啊，要实现待众生苦。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众生不知道感恩呐，众生不知道孝顺呐，感恩孝顺是带众生苦啊！啊，从这个里面呢，孝心、感恩的心生出来了。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无量无边的悲怨，救护众生的善巧方便，不出这四德。这个四德全包括进了，我们要会学，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要把这个四德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跟佛菩萨就越来越亲近了，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接近。如果相违呢，那就越来越远了。这一边是佛菩萨，那一边是阿赖耶里面的习气种子。靠近阿赖耶就有苦头吃。靠近自性，自性里面无尽的德能，无尽的智慧，无尽的相好。这个念老挂壶这两句话讲得好，本体即圆，妙用周遍。就在我们眼前呢，你要把它抓住，叫真学佛。又广大会，也为阿弥陀佛名号之也。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名号之一，广大慧也是阿弥陀佛名号之一。居广大慧居之德，极乐世界真的是广大慧啊！那个里面聚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上善之众，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为我们介绍的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啊，广大会啊。我们要参与这个大会，条件就是上善，上善的条件就是菩提心，行十善业。那叫上善。菩提心，我们平常跟大家介绍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用这样的心修十善业。真诚里头有十善。十善里头有真诚，如果每一条说，你就会懂得。不杀生里头有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偷盗里头也有；不妄语里头也有；反过来看。真诚里面有十善业，
身善口思意善，清净里头有十善业，平等里头有十善业，慈悲里头有十善业。纯净纯善了，这叫上善了。极乐世界找不到恶人了，个个都是上善。不是上善的人，生到极乐世界也变成上善了。为什么？那全是上善，没有个恶人。你要起个恶念呢，你就会被人家叫你站在边缘上去了。圆满具足上善，我们能不学吗？以此上善，修普贤大士之德，礼敬、称赞、供养、忏悔，乃至于普皆回向，愿愿圆满具足。这是西方极乐世界人事环境啊，人这么好啊。中国古谚语所谓啊，富人居富地啊，富地富人居啊。那要讲富人，大概变法界虚空界极乐世界居民是第一有富的人，难怪他居住的环境是第一福的福地。中国人常看风水，变法界虚空界极乐世界风水最好。最好的风水是怎么形成的？是那个地方最好的居民形成的。人好啊，居住的环境就好啊。记住经典里面一句重要的话，一切法从心想生。谁的心想？自己的心想。这一句话是真理啊。那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环境，就知道从哪里改起了，从改变我们的思想改起。现在我们居住的地球环境最为恶劣，到处都有灾难。这是在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的。灾难从哪里来的？灾难从人心来的。过去的社会不能说没有恶人，历史上记载的恶人也不少，但是毕竟是善人多恶人少啊。所以社会祥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现在这个世界，恶人多，善人太少太少了，不容易找到啊！我们细心看看，再回头反省自己，想一想，照经上所讲的，我们造的这个业，该不该堕地狱？啊，我们这一生，现在人几乎都犯了杀人的罪过。啊，杀畜生，那就不必说了。你这一生当中杀了多少？现在杀人，杀亲人，这堕胎就是杀亲人的。啊，我还听说。有一个人堕胎30多次，这还得了吗？啊，这是有意杀人呢，杀自己的亲人。啊，如果统计一下，每一天全世界堕胎多少个？这种杀业还得了啊！啊，这些灵鬼不甘心。不情愿了，照佛经上说，他到这个世间来跟你有缘，他是报恩的，你把他杀掉了，结成冤仇；他是报怨的，你把他杀掉，怨恨上再加怨恨。讨债还债，原来是债务关系。现在又变成逃命还命，这还得了吗？所以整个社会磁场变了。中国人讲乌烟瘴气，乌烟瘴气是什么？都是这些灵鬼的怨气，带来了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灾难。谚语所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好像现在时辰快到了。人还不救，还不肯回头，要知道报应这个事情逃不过的呀。再有钱，再有势，都逃不过。拥有科学技术，还是逃不过。
今天我们已经在灾难的边缘啊，眼看大灾难就要爆发，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啊，宗教里面的神圣，族群里面的神圣，也都在加持世人，劝导世人，希望大家回头。啊，灾难还没有爆发的前一天，回头还来得及。真的回头是岸了。啊，佛法把这个道理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中等程度的人都能够深信不疑啊。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以无量寿经。一向专念，求生净土，你就能得度。啊，自己得度，间接也就帮了这个地球的忙，让地球上灾难减轻。啊，我们没有能力化解，有能力减轻。具体的力量就能化解啊！大家不相信吗？我们少数人嘛，少数人这个力量可以减轻，可以让劫难灾难的时间缩短啊！3年的灾难变成1年。1年的灾难变成3个月，可以做得到的。啊，真正觉悟了的人，真正回头的人，就可以做到。啊，我们今天利用这种好的科学工具，卫星电视、网际网络，连接全球各地，志同道合的同修朋友们。我们有了共同的认知啊，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就能产生很大的力量。是我们应该要做的。这是菩萨的事业，诸佛菩萨知道，诸佛菩萨欢喜，诸佛菩萨肯定要帮我们一把力。啊，来日
我们一定是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广大会中见面。在广大会中提升自己，圆满自己，像阿弥陀佛一样关怀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因十方众生往生极乐，法会甚大了，甚众无量啊！全因弥陀圣德之所感啊！精进越广大正显此德啊！我们也是听到释迦牟尼佛的介绍。知道有极乐世界，知道有阿弥陀佛，知道阿弥陀佛的大智、大德、大能，啊，无尽的慈悲，啊，帮助一切众生呐，我们欢喜接受。啊，我们对十法界一真庄严，再没有贪念的心了。啊，一心向往极乐世界，参与阿弥陀佛的盛会。啊，这是弥陀圣德之所感。底下一段为我们说明清净佛土。经中第十一品，过界严禁啊，特别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清净庄严，超于十方啊！十方世界不能跟他相比。又汉译中，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佛。和无量清净觉啊，我们今天这个经题题目上面有清净平等觉，全是阿弥陀佛的德号。盖极乐乃如来真心之所现，自性清净之所成，自性清净就是自己，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直下承当啊，就是我自己的真心所现啊，就是我自性清净之所成。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出：何其自性。
本自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清净心现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清净心现的。我们自己清净心跟阿弥陀佛同一个清净心。没有丝毫差别，啊，我们今天见不到真心，是因为有障碍，啊，阿弥陀佛清净心上没有障碍。要知道，慧能大师当时见性，他也没有障碍啊，他要障碍就见不到了。见到之后，永远不会失去。这是大乘教里面常说的。三种不退转，明心见性的人，位不退，他是圣人，他不会退转变成凡夫，不会。第二个心不退，他修菩萨行，不会退转到小乘。第三个是念不退，念念跟性德相应，决定不会跟烦恼相应。烦恼就是阿赖耶，啊，再换一句话说，他不会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相应，他不会啊，真正开悟了，不会啊，所以叫圆证三不退，圆是圆满了，三种不退转你都证得了。这个话用现在人的话来说，这宇宙的奥秘呀，佛菩萨把宇宙奥秘给揭穿了，让我们明白了，让我们恍然大悟。啊，我们一回头就从凡夫位变成佛位了，转凡成圣了，就在这一念之间，一念觉凡夫成圣成佛了，一念迷呢，佛就堕落变成凡夫。啊，佛说我们今天的状况，无始无明，一念不觉啊，啊，变成这个样子，一念不觉，接着就念念都不觉，才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反过来，这一念觉了。念念都觉成佛了，这里头最关键的
一句，就是不能起心动念，你这一念就保住了，就念念得救了。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真正能够做到的大乘教称他为大英雄，为什么呢？一般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释迦牟尼佛做到了，慧能大师做到了，做得非常潇洒，干净利落。他们的方法，顿舍、顿悟、顿证，真的一念之间完成。次一等的，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开悟的，他也能把起心动念舍掉，所证得的境界跟释迦、跟六祖、跟阿弥陀佛没两样，这叫见修、见悟、见证。顿见在时间、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是悟入的境界没有两样，是一个境界。在过去的中国，宗门教下、显教、密教，证得这样的果位的人很多，不是少数啊。示现在我们人间，给我们做修行的好榜样。现代的人读佛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对于佛法呢，好像是越来越陌生了。这是因，由这个因，果报是什么呢？果报就社会动乱、地球的灾变，不善的因呢，感到不善的果。佛教在古代，国家提倡，帝王提倡。所以呢，它可以造成
甚是。它可以造成长治久安。你要问这到什么原因？这不是迷信，是教学。经典是佛家的教科书啊，他天天在这里教你放弃邪恶，崇尚清净平等的善行，这道理在此地。啊，可惜帝王用这种手段来治国平天下，他自己没有真干呢。自己要真干呢，自己就成佛了。那多么的殊胜呢！啊！国王成佛了，大臣尽是菩萨，那这个国变成佛国了。啊，历史上，国王护法，劝别人干，自己没干，啊，也不错了，也很难得了。又极乐世界，即是密严世界，与华藏世界之一名。大乘密严经云：大日如来，亦于南寺定，现于众妙寺。色相无有边，非于所能见。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密严经名大日如来，这个名是说明啊，这是密宗的经典。大日如来住于南寺之妙定，这是自心本定。定中呢，现极乐世界与无量寿佛，故知大日即弥陀，密严即极乐。这个意思说明净土跟密宗的关系是一不是二啊，目标方向完全相同，只是修行的方法不一样。你说哪个方法好呢？能生极乐世界方法都好啊，目的是往生西方世界，目的是亲近阿弥陀佛了。
啊，密宗依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啊，净土宗天天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大日如来。啊，这是告诉我们，密宗的方向目标跟净土是一不是二。又云密因净土超诸佛国，如无为性不同微尘。啊，这个四句经文非常重要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跟十方世界不一样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方便土、同居土，都是微尘聚啊，一合相啊，一就是微尘。所以它是生灭法，它是缘生法。缘聚它就现，境界就现起；缘散了，境界就没有了。啊，但是极乐世界不是微尘聚。它是无为为心，换一句话说，它是法性现出来的。啊，所以大乘教里面称它做法性土、法性身。啊，是从自性里头现出来的，它没有生灭的现象，啊，就是科学家讲的，它不是波动的现象，啊，科学的理论，如果不是波动，是决定不能形成。啊，西方极乐世界就很特殊了，不是波动现象，它没有生灭。啊，极乐世界的人是真正的长生不老，极乐世界的花草常青，它不枯。业态也不落，啊，极乐世界没有四季，诸位要晓得，四季是变化，有变化就不是真的，永远没有变化。我们世间人知道春天是最美，极乐世界永远是春天。极乐世界的山河大地没有火山爆发，没有地震，没有海啸，没有旱灾，没有水灾，什么样灾害都没有啊！风调雨顺，它的风不是空气对流，它是德风，信德
现的。所以风不会造成灾害，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决定不能用我们世界这些东西跟极乐世界去比，那全错了。不是，源头不一样。设法界一真庄严，他的兴起是阿赖耶变现的，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科学家今天为我们证明了。啊，能量就是阿赖耶的业相，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他对这个现在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讲万法皆空，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乃至于自然现象，都不能够救助，都是生灭法，都是因缘生法。啊，中观里面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电也如露啊，应作如是观了。啊，你这个看法就正确的。诸佛如来看到了，这真相是这样的。现代的物理学家啊，量子力学家，他们见到了，跟佛经上说的完全相同。下面说又密言法藏书啊，法藏大师的注解里面说，密言图者，即是诸佛他受用途啊。又云：今此密言，但于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法藏大师注解里面讲的密言图者，即是诸佛他受用途，不是自受用途。自诸佛如来自受用途，诸位一定要晓得，常寂光图是自受用的啊，他受用是什么呢？化身菩萨，他那个无始无明的习气还没断，他入不了常寂光，
长激光不能带丝毫习气进去，所以他们暂时住在十宝图，十宝图完全是佛福利现的，也是每一位化身菩萨自信现的，跟我们这是同样一个道理。只要说到佛的份上，我们大家通通有份。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你要不懂啊，你就不晓得佛在经上到底说些什么。这东西与我有什么关系？你真搞清楚搞懂了，原来佛经字字句句跟自己有密切关系。为什么？他讲的是自信的体相用嘛。讲的如无为性，这是讲的自信啊，体验。讲的密因净土，那是就有其用啊，提供给化身菩萨修学的道场。底下一句说得好啊，这个密因是清净如来藏心所现。说个清净如来藏心，还有一个不清净的如来藏心。所以如来藏有两分，一分是清净的，一分是不清净的。清净那一份是真的，是自信；不清净那一份是假的，是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一半真一半妄。那一半真心。41位化身大士的宝图，阿赖耶那份染呢，他也信，现十法界一真庄严。为迷失自信的众生，他们修行造业的也是受用途他们居住在那边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宇宙之间无量无边的一些星球，这星球从哪来的？自信变现的。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些星球、星系，全都是虚妄的，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所以佛教导我们，真正聪明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要回归法性，这就对了。要把妄想分别执着真的放下，身体在这个地方，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就是说，一切都随缘。随缘当中展现出你的妙用。妙用里头，首推老实念佛。老实念佛的妙用，是所有妙用里头第一，没有能比啊。因为它真的是很简单的，很容易啊，稳当快速。真的能放下了，正发菩提心了，真的一向专念了，那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直接跟阿弥陀佛沟通，一点障碍都没有了。你一心求佛，求愿往生，随时可以走，你都是多自在啊！这个世界什么都不要想了，一切放下。就是弘法利生都不要放在心上，弘法利生的事情也是随缘做，有缘就做，没缘就不做，不放在心上，你的心才得自在啊，你的心才清净啊，放在心上一定要怎样怎样做，错了，你在造业。佛菩萨造作跟我们的造作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不能不知道。佛菩萨不造业，佛菩萨干什么？没有我，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贪嗔痴慢，也没有功德福德，全没有啊！他就是一片清净心，就是一片平等心，什么都没有。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里面一个念头都没有，这真心呐！真心是菩提心，真心是阿弥陀佛的心，真心是一切诸佛之心一体。怎么会想东想西呢？
清净到极处，智慧就起来了。《楞严经》上所说的净极光通达了。光通达什么意思？自信般若智慧出现了，能照了遍法界虚空界。就像观世音菩萨《心经》上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啊。心经不长，160个字，内容是什么呢？事处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这般若心经啊，为什么放下？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你不放下就迷了，你放下就不迷。迷悟差别相就在此地。又往生论曰，底下引用往生论的话说，以一心专念作愿生彼，得入莲花藏世界。往生论，你看教给我们的，一心专念作愿就是发愿啊，发愿求生净土。念佛要一心专念，你三心二意就不行了。发愿往生啊，能不能往生？那是未定数。如果一心专念呢，作愿往生，那就决定的是。在现前这个社会，佛法里头84000法门，无量法门，通通放下。为什么呢？来不及了。要学莲池大师，这个话，莲池大师《住创随笔》里面写的。他老人家在晚年，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你们谁有兴趣？你们去悟去，84000行，饶于他人行。84000行门，你们喜欢修哪个法门，修哪个法门。他自己呢，全放下了，一心专念，求生净土。他成功了。欧耶大师也如是啊。
啊，年轻的时候广学多闻，特别是欧耶大师，你看留下来的著作多少。20多种啊！年岁不大了，他就走了。都是再来人，都是佛菩萨为我们所实现的。我们要会看，要能体会得到。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佛家的术语叫来传灯的。上一代佛法他接受了，承传到后代，让佛法在世间世世代代不至于断绝。传给谁呢？当然有缘人呐，没有缘不行啊。缘多多传几个，缘少少传几个，一个人都行。法不断绝。尤其是莲池跟藕益是关键的时代。那个时候净土宗衰了。念佛法门沦落为老太婆教。知识分子都轻视念佛。禅宗教下兴旺，看到好像是佛法下这个兴旺气象，其实真正的了生死出三界的没几个。给诸位说，不出轮回不算成就啊。超越六道轮回才算是成就。不往生极乐世界，超越六道轮回，证阿罗汉了。大乘菩萨像华严经所说的，实现菩萨。不是什么大的成就。那净宗法门都殊胜，人一往生就是阿惟越致菩萨，那实现怎么能比？所以这些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唯恐这个法灭了，法断了，他来。在明末清初，这两个人出现在世间，
从那个时代到现在400年吧，这400年当中念佛往生的人有多少？这个功劳不能不算是莲池大师跟欧耶大师的。啊，到民国这近代出现的印光大师，啊，夏莲居老居士，没关系老居士，啊，他们的传人黄念祖老居士，台湾的李炳南老居士，代代相传。我们的缘很殊胜的，很难得了。啊，念念老，把这个注解传给我。当年送给我的本子，是油印印。啊，油印蜡纸能印多少份呢？大概只有120-130份，再多后头不清楚了。啊，他大概选的是这个油印本里的最好的，啊，字都能看得清楚。他就带一套，一套到美国，在美国送给我了。啊，李炳南老居士在台湾讲这部经，他有个眉注，这本子也给我了。啊，我们有使命。借这个棒，啊，下面呢要交给下一代的人，啊，底下一代人出现了，啊，所以我就非常安慰了，为什么呢？可以走了，有接棒的嘛，没有接棒不能走。啊，有解棒了。啊，那么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完成演绎。净宗第一大经《无量寿经》有圆满完善的会基本，有口会，有黄念老的注解，啊，有这一次的演绎，这个法门往后发扬光大了，我们可以预期的。为什么他得诸佛护念呢？得诸菩萨护持。
在这个时代出现了。啊，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正法九住的信息，带来了无限的光明，无量的福德。一切众生以这一部大经能了生死出三界，啊，这是真的，啊，特别是现代人相信科学，不相信佛法，很难得科学家的发现，科学家的报告跟大乘经越来越相似了，越来越接近了，将来净土宗不但它是佛教，同时它是科学，它是哲学，它会被世人普遍的肯定，依照这个经典修学，无论是世法是佛法，啊，就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都能够获得真正圆满的真实利益。像这个经上所说的三种真实：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啊，你一定可以得到。这是王僧论上讲的一心专念，作愿生彼，啊，你就能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莲花藏世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禅、静、密、教也，华严经上说的一皆是多，多皆是一；一皆是四，四皆是一。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最后归宿肯定是极乐世界。生到华藏世界，文殊普贤这两位大师啊，再带着大家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十大愿王道归极乐，那是对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的。又《金刚顶经》曰：“唯此佛刹，尽以金刚自性清净所成，密言华藏。”啊，这是把禅跟密都讲到了。
啊，禅的归宿是华藏，密的归宿是密言。啊，界表极乐即密言，华藏。借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金刚自性清净所成。到这里可以说都说清楚了。我们有没有听懂？这是关键。我们有没有真正体会的？真正体会的，就断疑生信。啊，实心塌地，一向转念。我们念佛就是参禅，我们念佛就是念咒。啊，禅跟密在面前，我还动不动心？不动心了，知道我的成就就是禅的成就，就是灭的成就。世尊在大集经上说的，念佛法门就是无上深妙禅，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从原理上来讲，全是放下。你参禅，不放下世出世间一切法，你怎么参？诸位要认识那个参字，参是什么意思？立心一时叫参。心是起心动念，意是莫那之处，识是第六意识分别。啊，怎么参禅呢？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叫做禅。密也不例外，三密相应。啊，口念咒，意观想，手接应。啊，用这种方法，也它的目的呢，也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一个道理。用的手段不一样啊！那净宗呢，用一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还是得放下啊！但是你也晓得，禅跟密不放下，你决定入不了他的境界。可是净土宗这就方便了，占了大便宜。啊，我没能完全放下，放下一点点，哎，
就能往生。啊，这叫待业往生嘛？禅没有待业的，密也没有待业的，只有净宗准许你待业。啊，禅功夫成片没用处啊。还在搞六道轮回啊！啊，到事业心不乱了，你才能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了。还有四圣法界，啊，得慢慢修。啊，唯独净宗，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事业心、理业心，凡夫不容易得到。可是功夫成片，凡夫个个都能成就。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啊，你肯干，没有一个人不能成就。啊，功夫成片是什么？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全都没有了，叫成片一片。阿弥陀佛之外还有别的念头在，不行，这些你往生没把握。那临终时候看运气啊，这什么缘分，关键是在临终一念啊，功夫成片，临终一念你有把握了，啊，平常已经练成了，没有杂念了，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你临终时候决定有把握，啊，临终走视线什么样子走？那是你的缘分啊，这些样子都是给众生看的，给别人看的，与自己不相干的啊，无非是帮助别人生信心，提正念啊，加强他们对净宗的愿望，如此而已。啊，所以临终走的时候，是站着走、坐着走、吉祥卧，全凭缘分，你通通都能做得到。啊，那么这些事情我们都亲眼见过，不是假的。啊，40多年前，台湾台南将军乡那个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啊，我提起这桩事情，现在当地人还有人知道，啊，给我印证法师说的是真的。时间不长啊，3年时间呢，一向转念成功了，欲知时至，
没生病啊。啊，往生的是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啊，他没告诉家人，只跟家人说：“你们先吃饭，别等我。”啊，我去洗个澡。啊，可是儿子媳妇家人很孝顺，还是等。等了很久，怎么还没出来？啊，去看看，真的，浴室里的洗过澡了，这人没看到了，去找啊，啊，看到佛堂，他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穿着海青，啊，手上拿着念珠，面对着佛像，站在那里，喊他不答应。仔细看，他往生了。啊，不告诉家人，怕家人惊慌啊，障碍他了，不说。啊，等你发现他已经走了。这可不是假的。啊，虽然没有告诉家人，阿弥陀佛来接我了，那真的接走了。家里人虽然念佛，听说往生的瑞相没有看到过，现在表演给家人看看。感动多少人呐！啊，这一位老太太3年前迷信呢，她也不懂佛法，啊，拜佛菩萨也拜鬼神，什么都拜。啊，3年前儿子娶个儿媳妇。儿媳妇懂得佛法，劝婆婆别乱拜，啊，专拜阿弥陀佛，家里供的鬼神全请出去，啊，一部《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啊，念到底。这有好处吗？啊，没有想到3年有这么大的好处。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世界不一样，不是未成句。啊，是金刚自信清净所成，是阿赖耶那一份纯净的自信，啊，纯真变现，啊，它不是染污的这一份，跟十法界不一样。啊，那我们今天学佛，如果我们用阿赖耶里面这一份清净心，可不可以？可以。怎么用法呢？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是用阿赖耶这一份净的，不用染。啊，然的现象是你有执着、有分别、有起心动念，这是然物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你就用的这个净的这一面。功夫不一样。
这的果报不一样。如果我们能转染成净，真的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就庄严了。为什么呢？生十报庄严土。不比阿弥陀佛48愿加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自自然然就是阿惟越致菩萨。再加上弥陀本愿威神加持，那还得了吗？我们知道这样的人，这是到十报图插班进去的。换一句话说，他的地位肯定不是在十住位，因为十报图里有41个阶级，十住、十行、十回量、十地。往高处说，他可能是登地了。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知道怎么样呢？能够大幅度把我们往生净土这个地位提升了。不知道我们往生地位低，知道往生的地位高了。这什么？这带得去的。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带不去，凡是带不去的彻底放下，凡是能带得去的一定要争取。这比什么都重要。适宜清净庄严，超于十方。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超过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故云：威德广大了，清净佛土啊！这两句话是赞叹西方极乐世界。赞叹弥陀的成就，本愿威神的成就，赞叹往生这些菩萨，真正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自信功德的成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